嘉义市九华山地总庵举办冬令救济金发送活动，针对着嘉义县市各级收入户，每户发放新台币4600元，甲日常生活品，予弱势民众提早感受到过年的温暖气氛。李泽将近嘉义市九华山地总庵在庙埕举办冬令救济金发送活动，这一届弱势关怀金每户发送4600元，现场更提供白米、物资等救济品领取，予弱势朋友做伙过一个温暖的农历新年。李泽多哦，地总庵的这个哈冬令救济哈寒冬送暖的活动，咱就今仔来推动啊来发放。那么真感谢哈啊市长领导的团队哦对阮的这个鼓励。啊，加指导，我阮每一年这个活动拢会办甲足顺利的。那么，就从啊每一年吼，集中所有的资源，啊，释放来，释放去，针对这个弱势的这个家庭也好，吼，也是这民众，咱一定要伸手吼，有咱的手，吼，啊，该小我该牵一下，啊，让伊会当吼，较经过自力更生，啊，会当恢复较。正常的生活，较好的经济。该市长免费也得到场，感谢地藏庵的善心义举，让温暖照亮该市每一个人，帮忙该市政府做未到的所在，也让菩萨的心普照到每一个角落。最近已经又有说，听说霸王级的寒流要来，我们要请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到保暖，尤其呢，真的保暖，尤其有慢性病的人或者高龄者，请特别要注意到保暖，请哦修。那我想我们可以更为健康。那在这个时刻呢，我想寒冬送暖，这时候呢，温暖的力量就来了，不但是有形的物资。我想今仔有1243位，啊，而且呢，我们每一位有4600元，甚至呢，我们还有一些物资。那这样的一个集合起来，让大家在度过我们过年的时候，能够更安心、更平安、更健康。我想像当时定咧讲的讲，啊，得人啊得行，那人努力了，心明口善，买波比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大家不要放弃啊！那在这里，我再一次的感谢，因为累积从民国94年以来，我们地藏庵已经啊，真的特别要谢谢，已经凝聚了将近有2亿的这样的一个寒冬送暖，给予我们很多好朋友。我相信很多人渡过难关，而且现在能够过得更好。这一届冬令救济金发送对象是该县市各级收入户，每户发送新台币4600元甲物资。该县市总共发送2995户，总金额新台币1377万7000元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